姐啊，孩子是保住了。从现在的情况看，问题不大。不过可不能再反复，要是那样的话，那就不好办了。要保持绝对的静养和休息，千万注意不能生起发火，不能过分的激动，听见没有？嗯。我不是吓唬你啊，你可是高龄产妇，一定得注意啊。 难呢，你说这回到家里就没有一件让你痛快的事儿，你说这可让我怎么好？怎么了？我这回呀，是彻底的把大成给得罪了。回到家，连个好脸都不给我，就算是我把这孩子生下来，也落不了好。你呀，净自己瞎想。 这夫妻之间哪有没有小矛盾呢？啊，有了矛盾就往坏里琢磨。田大夫，您是不托底儿啊。大成这个人是个认死理儿的人，这回他是绝对不会饶过我的。再说，这慧芳被车撞了，大多半是为了我。你说我这心里边能好受得了吗？ 别那么想啊，自己身体要紧，孩子要紧。说到头啊，你们是需要孩子，这盼了十几年了，总算盼来了。孩子？是啊，只要顺利的把孩子生下来，你们这夫妻啊就散不了。真的？你等着看吧。
不是想好了吗？我不能把小芳送给人家。你忘了，你不是说过吗？不求回报的爱是让人快乐。是啊，能让别人幸福的人，自己才最幸福，不是吗，雅茹？不，哭一哭，你心里也许会痛快一些。燕子，郭强不说明要走吗？怎么也没见他过来呢？阿成啊，是上大成哥那儿去了，晚饭都没回来吃。让他早点回去吧，在外边啊能干点有用的事儿。哥可不愿意走了，他怕你的病复发，不放心。甭惦着我，一个人在外边啊也真是不容易啊。燕子，你大成哥出国的事儿也不知道定了没有，你叮嘱他，这机会不多，抓紧点儿，可别耽误了。姐，你就甭再操心了。你和妈商量没商量小芳的事儿啊？打算多咱给罗老师送过去。等等再说，等你病好点了。甭指望我，大姐还盼着早点跟小芳团圆呢。姐，你那病老养不好，就是操心太多了，你静心好好养养好不好？深圳就把钱汇过来。郭强，妈不是难为你，妈是觉得不合适，老让他爷爷接济着，有点的钱全花你姐身上，往后人家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怎么办？妈，我懂，我姐也不是旁人，再说我就这么一个姐姐，我不管谁管。燕子，你哥要走了，你还不出来？燕子，怎么了？抹上眼泪了你？姐非要把小芳给人家送回去。妈，您说这事儿怎么办？妈老了，妈听你们的。听姐的吧，这事儿是姐的伤心事儿，一切就按姐说的去办。不，我不，我舍不得小芳走。燕子，你听话啊，小芳这事儿一定办好了，今儿就去办，别让人家笑话咱老刘家的人啊。姐，我走了啊。你别惦记着啊。还没考虑好。
是具备，只欠东风。你还在想什么呢？你们俩的事儿我可是管到底了。雅茹说了，今天晚上她想见你。见我？你不要丹丹了，盼了这么多年，到眼前怎么就犹豫了呢？天丽，这个十几年我自己一直在追求的东西，怎么说呢，我总觉得一个人总归还有比孩子更重要的事情吧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弄不明白。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想把小芳留给慧芳。那你不见雅茹了？不，今天晚上我请她吃饭。妈，我去了啊。哎，等等。妈，我算是想通了，往后我谁也不嫁，等您老了，我伺候您一辈子。傻丫头，闺女大了都是人家的人，走吧走吧。姥姥，姥姥，您看谁来了？您好。好，好，芳，带爷爷上大屋凉快。哎，爷爷走啊。燕子，切西瓜。哟，王伯伯来了，快进去。走啊，快进去。姐，小芳来了，我可怎么说啊？燕子，你过去把小芳给我叫过来好吗？这还有，还爷爷，您坐呀。哎，好。放，给爷爷倒水。哎，甭倒热的，冰箱里有酸梅汤。爷爷不喝别的，就喝茶。省事一点嘛。对，验茶去暑，我弄点好茶叶。小芳，来，叫我。哎，燕子，你那偷着摸着干什么呢？妈，我姐叫小芳呢。哦，小芳，你去看看妈妈啊。哎。他爷爷，您坐呀。哦，好。他爷爷，这事儿您知道了。哦，雅茹已经跟我说过了。今儿个是带孩子告个别就走？不，我是来送小芳回来的。送小芳？啊，您生养了慧芳这样一个好女儿，我一想起来就觉得心里有愧。按理说呢，我们都已经到了该享天伦之乐的年纪了，可很多事情都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简单。太爷爷，您甭说了，您的心我领了。可慧芳铁定了主意，要把孩子归了她大姐，早晚得走。这早走比晚走强。您别这样讲，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，不用说也明白，孩子盼望着能得到母爱。慧芳带了小芳十几年，就让孩子留在她身边吧。不用了，我寻思好了，往后让小芳常来家瞧瞧，
我就知足了。这么多年了，眼看着孩子们都长大了，我才觉得自己真是老了，很多事情理解不了他们。如果护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您多担待。我看就按照雅茹的意思把孩子留下吧。他爷爷不嘛，就不。小姨，你告诉我，这都不是真的。不，这都是真的，是小姨把你抱回来的，已经整整15年了。不，妈妈，我不离开你，你就是我的亲妈。放了，听话啊！你不是最喜欢罗叔叔吗？他就是你亲爸爸。不是，就不是嘛！回去吧，你妈妈呀，多盼着和你团圆啊！不嘛，妈妈，你别不要我。我求求你了，听话啊！我不了，不了，妈妈，妈妈，别不要我！酒啊！你盯着我干什么？你还是那么的漂亮。喝吧。怎么，你喝不惯了？我好像觉得这是十几年前。来，为了你找到了丹丹。为了你和慧芳的幸福，还是为我们能够忘掉过去一切的不愉快，干杯吧。我希望你能够把这酒，这音乐和那个时代忘得干干净净的。
亚茹，你别提那些了，你知道我忘不了，只是你倒不要忘记让丹丹常常来看看他的爸爸和养育他的那位妈妈。不，我已经想好了，丹丹你们领回去，慧芳离不开他。亚茹，回去照顾你的妈妈。我懂，妈妈说你们都是好人，我谁也舍不得。您放心，我会回去照顾妈妈的，可我也要回到你们的身边来。我想好了，等妈妈的病治好了，我再回来好吗？您说话呀，我想我妈妈，我两个妈妈都想。妈妈，我做的对吗？妈妈，妈妈。等等，好孩子。悠悠岁月，你说当年好困惑，一惑难去舍，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，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？成的伤
我不是不懂，宛若平常一段歌，过去未来共斟酌，过去未来共斟酌。慧芳，大成来了。大成，来进屋。好嘞。哎。大成。哎，你好，慧芳，听好了吗？嗯。大成。哎。好久不来，来了花这么多钱干什么？大妈，忙啊，今后啊想来还来不了了呢。瞧这话说的，妈，快接你大舅的东西。哎，哎，来来，哎，这个小芳现在成大闺女了啊。芳啊，嗯，你去弄点水，让你大舅擦把脸。哎，不用不用，不热。大成啊，哎，又要出差啊？啊，走吧，这回啊，去远了去了。这又上哪儿啊？大妈，告诉你一个高兴事儿吧。我们厂的这个产品啊，已经正式的打入了欧洲市场，通知我们上西班牙参加博览会呢。是吗？大成，那可太让人高兴了。就是。大成，又做买卖。哎呦，大爸，这回这个买卖可就做大发了。大成啊，定了什么时候走吗？下个礼拜的事儿吧。这得去多久啊？国际上的事儿，痛快着呢。Okay. 哎哎哎呦，谢谢啊，大成舅舅。哎，你要是回来晚了，嗯，可就找不到这儿了。怎么的呢？你不知道啊，居委会通知我们就要搬家了。真的？可不，这一片的胡同都得拆了，说要起高楼呢。嘿，好，好，哎，小芳，拿个刀来，今儿个这是双喜临门啊，咱们得把瓜宰了，嗯，庆祝庆祝。来来，刀来了，来来来，来。远竹，你这家伙还来呀？哎，怎么样，带来了吗？看你急的，带来了。哎，姑姑，什么呀？你肖阿姨来的电传，说她马上就要回国接你到国外学习。真的？哎，快给我，爷爷。陈丽姐，哎，快里边坐。哎哎，来吃西瓜。行，快说说还有什么喜讯。喜讯多了，你没听说呀，宋大成大人快生了。是吗？啊，胡生，嗯，那你应该准备点礼物，那是小徐盼了半辈子的事儿。那还用说吗？哦，真热闹啊！哟，伯父。哦，小田，你可有时间没来了啊？就那么忙啊？伯父，我比不了雅茹啊。人家都说呀，金眼科、银外科，累死累活的是妇产科，谁让咱上学的时候就选错了学科呢？瞧你又挖苦人。哎，说真的，小徐那孩子怎么样啊？情况不是太理想，不过我看问题不大。小田，你再忙，这次朱心回国你可得来啊，好多事情还等着你张罗呢。那还用说，双喜临门嘛。我可是主要劳动力。胡生对不对？胡生，你真舍得让朱心把东东带走啊？那又怎么办，儿子自己要走的嘛。肖阿姨让我走，我还能不走啊？再说爷爷也同意了，对吗？是啊，去吧，学点本事，将来长大了好好孝顺爸爸妈妈。谁让我们东东有福气呢，谁见着都喜欢。哎呀，爷爷。东东，到了国外你就不想你爷爷了，这一去没钱买飞机票，想回来可就回不来了。哎，那我自己挣钱买飞机票回来看爷爷和你们大家呀。你说这也怪啊，这孩子只要长得好看啊就有人喜欢。不是，爷爷说了，一个人活着只要心眼好就会有人爱的。那是，咱们东东啊心眼最好。
哎呀，不是的，爷爷说妈妈心眼最好了，对吧？喂，啊，他在。田丽，哎，你的电话。我的。啊，怎么打到这儿来了？大成哥，大成哥。燕子来正好，这吃鸡吧，快来来。你就别吃了，赶快走吧。怎么了？月娟姐，她难产。你倒是快走啊！啊。告诉护士长，马上进手术室，啊！好了，别啰嗦了，我一会儿就到，啊！房了，月娟怎么样了？已经送上手术室了。走吧。啊，不用去了。大夫说，孩子和大人只能保一个。妈，我求求您，就让我去瞧瞧。行，也得容我给你找辆车呀。芳啊，芳，甭喊了，我让他先去打听去了。你说这大成也真够倒霉的，临了临了又摊上这么档子事儿。哎，十来年了，可别再出事儿了。姥姥，姥姥，小芳，打听的怎么样了？我去了，可是人家不让进，说是大舅妈她。大舅妈怎么了？她生下的小孩死了。啊，那你大舅妈呢？田大夫，我对不住你们两口子。你说远了，甭往心里去。您做大夫的已经尽心了，是我们没那福分。他睡着了，等他醒了呀，给他弄点吃的，啊。哎，你要好好照顾他。做个女人不容易啊。我走了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你走好。
成。你干嘛不让我去死，留下那个孩子？我这一辈子只有这样一个念想，就是要给宋家留下条根。你别这么说啊，全吧，我知道一个女人这辈子不能生孩子，没有一个老爷们待见，你干嘛让我受这个罪，不让我去死？我一辈子都对不起你宋大成，是吗？啊，不是我了，好好伺候你。不，大成，你别以为我糊涂，我这心里边像明镜似的，我知道自打我们俩结婚的那天起，你压根就没爱过我，你这心里边只撑着慧芳一个人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也不能赖慧芳，这是命，命我认了。今儿个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，我比不上慧芳，她比我好，为人厚道，你们两个人本来就应该在一起，我乐意你们俩人在一起，真的，我没有说一点瞎话，大成。别这么糟践自个儿，往后咱们还得好好过日子的。不，大成，你要是不好意思跟慧芳去说，我去跟你说去啊。你错了，我是多么希望这世界上吧，多一些爱，多一些美好，多一些帮助。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奔头，谁也很难左右谁。月娟呢，我们从头来，行吗？大成，我明白你的心，但是啊，谁呀？护生，宋师傅。妈妈人海中上寻找，依稀乡村就别说找不到，希望还在，明天会好，历尽悲欢也别说经过了，每一个发现都出乎意料，每一颗足迹骄傲，每一次微笑
执着究竟为什么？Oh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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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